我今天开播之前，又那个就是又跟着人小红书学发型了，你知道吧？然后整出个这个像头上盘了坨屎一样的这个，然后我把这个扎起来之后才发现，就是很粗壮，你知道吧？就以后你们在哪？以后你们再说跟我比谁粗，我就可以跟你们比，就很粗壮。前面在化妆的时候，一边在看 IG 的比赛，看得我牛便是什么鬼，看得我脑溢血都犯了。等一下换个笔记，真的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看个比赛看得脑溢血犯了，可以来击剑。哎，我昨天路过了上海击剑俱乐部。有那么一瞬间我就产生了一种幻觉，你们知道吧？就是那种现实跟网络搞混了之后，我瞬间有一种幻觉，我感觉就是哇，这个击剑俱乐部里面应该有好多我认识的人吧。啊，只有我会脑溢血吗？只有我看着那个 Benpick 脑溢血吗？谢谢死变态小黄瓜，这我还要谢你就离谱。谢谢四季寒树，准备睡觉了，来了，睡着了，晚安。那么离谱，你们再假一点。谢谢什么换回空白的金色魔盒，谢谢你的盒子。看一下，把这个拉上来一点。我现在麦是横着放的，所以讲话声音会有点懵。我看看，把你们两个耳朵抬起来。谢谢姐姐腿好美。是说我吗？哎，那如果就是如果这个 ID 给男主播送礼物的话，那个你就是你一般不给男主播送礼物对吧？谢谢小旭。等一下哦，这边改一下，把这个稍微放大点。我发现我直播间配色真的挺……哎，我刚刚干嘛来着？我要改 BGM， 等等。谢谢什么换回空白。我发现我直播间配色挺阴间的，有一说一，就挺土味的。就是我经常会在直播间拉出一排什么紫色的字啊，黄色的那个，但是其实不是配色的问题，你知道吗？是那种就是阳间的颜色都不太容易看得见。这是慢点啊，这个。谢谢逆流且下，谢谢广场舞老大爷。你们就这么看着吧，等下我把字体改一下吧。你们是真的不知道，就是有时候在旁边写字要给它改个颜色，不然的话不容易看见嘛。但是实际上就是你觉得好看的颜色放上来就会给人造成一种就是以为这个直播间的主播品味很阴间的错觉，但其实我品味超好的。我这个发型是，我也不知道，我开播之前跟着小红书上面学的，然后他们说，刚我看到直播间有人说这个是牛牛辫，别问，问就是牛牛，现在什么都是牛牛，今年是牛年。谢谢疯人院，开了变声器。我声音那么好听的吗？开了变声器啊？我的调音师大概要下岗了，开了变声器。我跟你们讲，但是我虽然没有，因为你们知道吗，变声器要花钱买的，就当然你网上随便下一个也可以，但是那个一听就知道是变声器，高级的变声器就跟声卡的那个机架一样，是要到，对，是要找那种淘宝上面或者 QQ 上面找人帮你调的，然后越好的调的越自然的越贵，但是呢我就很省钱，因为我会人工变声器，对。你们又想感受我性感的声线了是吧？开开
开电音是什么鬼？你们是不是又想感受我性感的声线了？要吗？要听吗？等等，我试试看，把这个拉上来，把麦拿起来。变声的时候要离麦近一点，不然变不了。哎呦，这 BGM 在后面哈哈哈哈什么呢？被他笑得好烦啊！换一个。等一下，我先换个 BGM。谢谢小黄瓜的娃，真不是我的。你好喜欢李欢。谢谢你的礼花、等一下，我把先谢一下。等一下，不要待会儿一开口有口老痰卡住，很尴尬。等，先来一个性感点的 BGM。我操，这也太性感了吧！神他妈来个性感点的 BGM。不要在意这些细节。谢谢小薰，谢谢你。不是，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干嘛？教父年轻的时候还挺性感的，好吗？马龙白兰度还不性感？来个性感的声线啊！看一下啊，比如说我谢一下礼物。谢谢小旭的银色盲盒，然后，等一下，我想想看啊，这样，对，平时我那套牛牛不倒的祝词，就很喜庆的那套祝词，用那个试试看。谢谢小黄瓜的娃，真不是我的，祝你在新的一年牛牛。这个词儿没法念性感，就干什么啦？你们客观一点，你们不要为了喷而喷，你们客观一点，我的声线还是挺性感的，这你知道吗？你们要是被这样的声线，我如果有人上传，我就这样谢谢的话，我一天能出100件，好吗？你就感觉用平时的声音说啊，祝你在新的一年牛牛不倒，就很没有说服力。但是我的性感声线说牛牛不倒，就感觉真的不会倒，有那种感觉吗？你看到没有？就感觉不止不倒，甚至可以原地爆炸。阿瓜最近天天直播，要不能超新魔法比赛？我还是一天隔一天播的，我参加比赛挺尴尬的，因为我一天隔一天播，礼物量累积不起来，就除非有人就砰一下就一下子砸出人家10天的礼物量，不然的话就正常播的话还是算了吧。啊，刚才没听到，可以再说一遍吗？你刚干嘛去啊？怎么才来啊？等等啊！这个 BGM 配的有点悲壮，仿佛刚刚那一瞬间有100人同时取关了。这个 BGM 配的很完美，真的有一说一，谢谢一坨生姜的关注，在这个时候关注，就是认可我，你们知道吗？我知道在直升机的时候有人关注我，对，因为感觉那个声音很爽。我知道在我唱歌的时候有人关注我，因为我唱歌的确很好听，但是在刚刚那一刻关注我的，谢谢亲的关注，看到没有，就是对我声线的认可。谢谢麻将拍红取关了的不算啊，谢谢小鱼，你们这些取关了关注的不算啊，搁这骗我念名字是不是？谢谢你的关注，然后有时间的话为什么我用这个声音讲话我自己会尬啊？为什么？
谢谢两位老爷们儿，谢谢欧式猪的关注，谢谢，哇操，好多人关注我，等一下，我来不及念，谢谢蒲公英自由身，哎不对啊，你们这些人怎么带着我的牌子搁这关注我呢？当我傻是不是？我掏耳朵了，我不想跟你们讲话，我心里有点鼻数的，我掏耳朵了，人吧一个个的顶着都8级10级的牌子搁这关注我。我直播间专门有这么几个人，我记得有2个10级牌子的，每天都是，哇，这主播，就是第一次来直播间关注了那种，你知道吗？然后2个人连牌子都不卸下来，就搁那儿演。我就，别吧，明天小姐姐看你眼神又变了。我开播之前看了一眼，他们可忙着呢，这会儿他们都忙着呢。我突然不住。我也想这样讲话，这样讲话声音就感觉很吸粉。我点进人家直播间，如果一开始先不看脸啊，或者是干嘛的情况下面，有一个好听的声音就已经赢了一半了，好吗？有一个好听的声音，第一秒你就想关注他。甚至有时候，如果有一个性感的嗓音的话，偶尔说出点很傻逼的话，你都不会觉得他很傻逼，你都会觉得，就你知道吗？就如果有一个很性感的嗓音，又说出了很傻逼的话，这种反差会让你觉得这个主播很真实，你就很想关注他，你懂吗？但如果你顶着一个像我这样讲话很像我这样很就讲话毫无吸引力的声音，然后去讲出一些很憨批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主播天天搁这大放厥词，讲点没意义的东西，声音又难听，操他妈的，取关了，这种感觉。我不说话了，我不逼了，我自己都整明白了，我心里是有逼数的。给你们听个号吧，祝你们今天晚上谁都睡不着，牛牛爆炸。等一下啊，看一下在哪儿。这你们天天找号，这首歌都跟抓贼似的，在这儿。谢谢起，这个什么字啊？在银色盲盒，谢谢你哦，谢谢抠脚银，还有松户 ADSL 松户新能源牌嘛。好了。开始今天的助眠啊！哎，不对，我今天剪了指甲，节目都可能听不出。谢谢老色批的皮克拉，皮克拉，今天开车4级。还有老色批的李华，谢老色批。对，老色批，我联系不到你，那个，哎，等，好，那个榜没有，我有你好友吗？这个别见不太阴间了，你看指甲一剪就听不出，只能抓。算了，我用手敲吧。之后你们隔半个月过来看，就隔个10天过来看，还是这个数字，就让你产生了一种我在掉粉的错觉。其实不是，纯粹慢，没有指甲不好敲。今天直接开始吧，那个环节跳过。谢谢欧式桌，谢谢我的死皮，还有害羞的 EOST。屁，我没有死皮。啊？接什么梗？屁嘞，我才没有死皮呢。小仙女都没有死皮的，好，看看啊，今天先从这个开始，把耳机戴上，接下来你们听到的声音，对，都很舒服，要戴上耳机。从我关注开始，呱呱涨了10万粉，一年吗？我涨10万粉得花起码一年，有一说一，
以前直播涨粉比较容易。谢谢三公的银色魔盒，就感觉以前就是什么事都不用做，就傻乎乎的开播，傻乎乎的下播。但那时候因为那个分区人多嘛，就随便播，一天就几千粉几千粉，你知道吗？然后就认为这是应该的，就我小黄瓜就是有这样的实力。现在才懂，没什么东西是应该的。哎，好了，我现在把这东西插到你们耳朵里。也不是，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 B 站那个分就是助眠分区的人多，你知道吗？那个时候随便来个新主播开播，露脸的不露脸的，做得好的做得不好的，涨粉涨都快。谢谢逆流且下。所以现在要珍惜好直播间的观众，因为现在还在 B 站，特别是在视频聊天区找到这个直播内容的，那都是真爱。哎呦，所以大家来视频聊天区不是来找好看的妹妹的吗？就是那种啊，我去看看，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技术主播，然后或者说特别厉害的游戏主播看多了，到视频聊天区来换个口味，或者就是本来已经关注的，嗯，一共就这点人啦，要珍惜好。哎呦，忘了插你们了，刚刚就说插你们，插了半天还不插。过分了，真的过分了，真的。你们不能真的管阿姨叫阿姨好吗？一般你们可以到那种十八九岁的妹妹的直播间说阿姨，对，然后她对，然后逗逗妹妹们，然后妹妹会那啊，人家不是阿姨，对，但你不能真的到阿姨直播间说这是阿姨，太过分了。谢谢门正太的银色魔盒。谢福神，我不忍也得忍啊！我前两天看到有个直播间在玩阿姨的梗，那个主播只有21岁。21岁他就认了，大家叫他阿姨他都认了，我怎么能不认啊？21岁都认了，真的感觉，对，感觉过了25岁的话主播都得认奶奶好不好？太残酷了。31、39就你就离谱。
给你们郭德纲完了不就完了吗？录视频还郭德纲，你们真的。我现在过一会儿，过一会儿，等一下。这个是这个包装袋上的东西，对，然后在这个管管门口轻轻的蹭，对，哦对，然后把另一头插到你们的脑壳里，然后另然后对一端插进去，一端在那儿蹭，发出来就是这个声音。
着嘛。然后我后面第二天我特地确认了一下，告诉我是不可以的，说如果看到的话就是会切断的。我本来想如果可以的话以后就对吧两边这样来对吧，而且的的确确在电台播半小时涨的粉大概是我在这边播两个小时的两倍还不止，就那边半小时顶这里两三天的，懂吗？但是他们告诉我是不可以的，所以对我还是得偷偷摸摸的来，你们习惯就好，习惯了就没觉得我偷偷摸摸的，高风险高回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以后也要电台了吗？难道不是？就偶尔过去偷偷播一下。我是分在这个区的，我播肯定还是在这儿播。捂一下耳朵，大有谢谢寂寞人不带，还有童晶晶 All of Mine 玩具少年，谢谢你们。超管这块不在。
如果你们想听这个出发音的弹幕告诉我，我可以学一下。别开玩笑了，天儿，别说天儿，我做的不太好听，而且弄不来。你就算对吧？就算我做了，你们听得下去吗？就我，老黄瓜，我在这里说啊。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支持。为了感谢大家，我给大家做一个天儿，你们听得下去吗？肯定听不下去啊！谢谢大家。
会有人张着一张大嘴把你的耳朵吃进去，跟那儿像锁果冻一样的。你不可能听到的是那些声音，你能听到的是来自别人嗓子眼里的声音，懂吗？对。所以说，就是为什么我在当中夹杂了一点点嗓子眼里的声音，因为我感觉如果把我的耳朵切割下来啊，伸到别人嘴里，我能听到的应该就是那样的声音。谢谢呆呆的天空之音，谢谢老呆。我是不是我老呆？让臭。
是他妈没讲到的。傻狗，你们可以问一下我的舰长，我的舰长看我直播间是看不到一只青蛙的。我之前也不知道，是有一次他们在说能不能把这青蛙拿开呀、啊，然后后来我就看到几个舰长，就是有然后几个舰长同时回复说那个就是啊哪有青蛙，我才知道，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功能，可能我太久没直播了，现在可能可以这样玩。当时有人说那个说每天都是这只青蛙，忽然之间看到舰长们出来，我以为大家看到的内容是一样的，就那天之后我才知道舰长是看不到青蛙的。看到没有，他们看不到青蛙。
警报，你们那个才是诈骗，你们懂吗？我在这里住住，你们应该知道我直播间有人上传，我会感谢，然后祝他新的一年牛牛不倒。然后他们在那说上传的拿到一个两 G 的图照片图片包，然后人家上传之后，他们发了几百张，没有一张我看起来好看一点的图片，你们懂吗？别说牛牛不倒，这牛牛看完那些表情包，牛牛倒的都已经就牛牛跟自己都要分家了，牛牛跑了，然后你们在这里说我诈骗，你们想想看，为什么啊？为什么的？有见长不虚传。偶尔有见长虚传，前脚虚完，后脚在群里说：“哎呀，我还没来得及取消，他就扣费了。”你们想想，这是我造成的吗？谢谢 Alex， 谢谢海，谢谢西风，两边一起，这是我造成的吗？啊！船员的妞妞起不来了，是被你们的表情包吓的。小一点的这个。
都不到，然后牛皮哄哄。黄瓜，是不是没有钱？对呀、啊，我跟你们说，没跟你们开玩笑。有青蛙，有对，有青蛙不是我的问题。之所以现在进我直
吃好了，如果长胖了就开，每天多开一点嘛，又没事儿。如果有一天我200斤了，我顺着网线把你们一个个都找到，然后呢，他碰钉丢你们。
听不听声音了，你们这些人。等一下啊，最后弄一下，我们这个弄完我就弄，我就好好做声音了。到底你们到底是不是来听声音的？一天天的，你们是来看我笑话的。
次好像用什么东西配着这个，感觉挺好听的。今天做好像没有那么爽，不知道为什么。
要直播的时候放。那大概就是，如果有人一定要直播的时候放屁，估计就是想观众听的。但凡不想，你们都不可能听到。好吧，不讨论这个问题了。我作为一个颜值主播，你们天天搁这讨论这种什么大可宁啊什么，我人设都被搞坏了。谢谢柚子，嗨九州，谢谢九州。每两分钟放一个，那你去检查一下吧，真的。
是什么牌子的，我能不能知道啊？凯塞露还有牌子的吗？再说我也没用过呀，我有一个正常的肠胃。我有在网上，我有在知乎上看过说这东西怎么用，因为需要储备知识以防那天有用，但是你们问我这个我没法回答，因为我的确没用过。
用了吗？那就好了吗？你说你有病吧？你是不是脑子断片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哎，大概是过一会儿就好了，算了算了，去走了。第三天又来，第四天，10天之后，我敢保证，你们整个班上的人都认为你的酒很洋，而你是大可宁专家。这就是我小黄瓜的感受。
睡觉之前啊，深呼吸一下，要先把人放轻松，不然的话睡着紧巴巴的容易做噩梦。然后闭上眼睛，整个人放松，然后你感觉到耳边热热的，有人轻轻的向你凑了过来，然后轻轻的，非常非常轻的，在你的脸颊旁边了一下，窃窃私语的，闭上眼睛，什么都不要想。2分钟做出